大便带血，如果发现大便带血，我们一定要谨慎，一定要慎重。因为大便带血的话，他有的人可能以为是啊，一旦出血啊，就是个痔疮出血，自己用一点药那啥，可能就能缓解。其实不宜，大便带血的话，我们要区别对待。因为大便带血，我们一定要明确诊断到底是哪种原因引起的大便带血。但像结直肠癌也可以引起大便带血，像息肉。直肠息肉还有一个溃疡性结肠炎肛裂还有内痔，这些都可以引起大便带血。如果大便带血的话，要诊断清楚。如果假如说患者大便带血，就是大便时手指上带血或者滴血，色是鲜红色的，而且没有疼痛感，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内痔引起的出血。如果假如说大便带血伴有大便干燥，大便是疼痛剧烈，这样子的话可能与肛裂有关系。如果假如说是患者大便带血，伴有排便习惯的改变，大便变细有里急后重感，而且还有粘液浓血样的就是粘液浓血样东西排出来，而且就是那个血味道比较腐臭，有腐臭味，这样的话就是说一定要考虑看有没有做个结直肠镜做个。